做安国事，上帝下贤法术，恭迎三教首座安国事，上帝下贤法术。Leon!
知县只是尽本分，我并无做什么，这一切拢是大家做的啊。知县大人，这确实是你的功劳，又何用如此谦虚呢？是啊，修仙房补中调时，南师大德你报告神师，上调变化，专心护教，恢复中心。南师选中调时，而且天下会师各特重建，如今全国上下由何来化香是风飘，化音上下文呢？这。是啊，知县大人，你是三教刚论修造，也正因为你的功德无量，先皇玄宗皇帝竟移命为公，将你福相多行，高显于金中。到如今，朕已将雕神有缘世事将用啊，请看。三教刚论修造，佛教之功，千古一人，功德无量。父尊，并不是为了功德，你是本分，感恩各位，愿意出功德。普及于一切，我定于众生，皆将成佛道。回向偈，妙法莲华经。哎呀，想这妙法莲华经，本是经中之王，虽道诸佛如来，但教化菩萨。自有所作，相为一事，为以佛之地见，示我众生，开示我入。为感恩知县大德，朕就以开示我入法华之深智，从中取用我达中义呀，我达。真是呀，我者德也名也，我得大道，我获知见，我者一刹那不过何沙境，所以我者真成了人生佛之意呀。为了感恩知县大德，就赐我特位号尊奉国师，以表天下敬意。我大国师，我大国师，我大国师。这，圣上，知县承受不起呀。此乃朕的感恩，以及雕爷上下殷殷的期盼，请你莫再提示了。圣上，知县确实是承受不起呀。传令旨，在丹凤门高大讲坛，并竖丁香法座，敬请五大国师顶坛上座。为将说话，来人，请出纪家世。纪家世。
司请上座。我大公司请上座。
是又何其雪花阴阴不思议，诉说烟霜是
人咯。我对你失势了，乌青慢慢啊浸起来，渐渐恶化，后来变得亲像一个人头，有鼻啊，有嘴，形成一个人面疮啊，人面疮。